我们人就在新加坡，现在差不多是快要下午一点了。我们刚刚睡太迟，书生把闹钟设到隔天的早上。昨天啊？哦，你是昨天闹钟？28号。哦，今天设昨天闹钟，所以我们今天不小心十一点起床，现在肚子很饿。哇，你自己没设闹钟，你还好意思讲人？因为我一个人的错咩？是我的错，也是没设闹钟，但是我们很爽，我们今天睡到十一点，我们很久没睡到十一点了，真的很久没睡到十一点。对，所以我们 miss 掉酒店的早餐，现在要吃一次早午餐。不要没有哦，不要烦。我们车了多久？他还要放一个人下车，我很饿。怎么这样饿？其实书生哦，脾气很好，他只有饿肚子的时候才是恶魔，他绝对是恶魔。饿肚子的时候，不要惹他，我先玩火一下。咕叽咕叽，他这种时候我是最容易被扯的。我们就是训练的时候是这样子的。我要，哎 ，come down。哎呦，怎么这样嘛？哎 ，come down，come down。我要吃那个薯片。Q。哎呦，有拿雨伞吗？没有。不拿咩？不要。你点了不拿咩？要吧。不理你哦，我下去。今天我肚子饿，我很饿，你很饿，我很好看。原本我们早上应该这边吃早餐的，结果现在我们就是错过了。提醒大家记得设闹钟的时候看清楚哦。我们这一次在新加坡呢，住的地区就是卡通这边的，我觉得还蛮方便的，因为隔壁就是一个 mall， 然后对面也是很多吃的。虽然讲有这样多方便的地方，但是我们都没用到了，因为我们要去吃比较厉害的东西，是不是该要找一些。我们 craving 很久 Bagels。对 ，Bagels 店，哎，那个 Bagels 讲不便宜啦。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，你看我们在放闪。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很开心的事情，就是昨天我们来新加坡的时候，刚好我们新加坡的飞机 delay， 所以我们来到这边，结果跟田馥甄从台湾来新加坡的那个时间差一两个小时，所以我们就顺理成章不小心就可以坐接机啊。然后也是加上田馥甄有 post IG story， 他就直接讲他飞来新加坡那个时间点，所以昨天那时候我就跟苏生讲，哎，我们要不要拿回酒店了再倒回我们接机，反正他都有 announcement。 你们看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的距离看到他了，因为我上一次接机的时候应该是4年前，你们看超漂亮的。现在把这个片剪了放我的 IG 那边，这个是唯一一张书生帮我拍的合照。书生紧张了，他要还我一张飞机票了。你知道昨天很多人？对，昨天接机是有史来我看过最多的，很可怕。我觉得海外的歌迷真可怕。所以什么时候还我机票啊？要夹夹给他。我们到了书生心心念念的 Two Man Bagels House。宝，你想吃什么宝？哎 ，Bill your own bagels， 我觉得我们各自挑一个我们要吃的，然后我们可以 share。我觉得你应该会叫 fried chicken tikka 那种。Yes， correct。他这边的 bagels 都是可以 customize 选你要选的东西啊。他的饮料有我的名字 ，chai， 还有 dirty chai， 而且比较贵的哦，8新币、9新币。Blueberry。我们的饮料，各位，我点一杯这个水，得地菜，10块新币，35块马币。哇哦，感觉很可怕。35块马币的饮料啊，你不可以换算。是很特别啊，有一个很特别的味道，是辛拿蒙的味道吧？那我不喜欢辛拿蒙的味道。桂花咖啡的感觉 ，OK 啦，至少是我没喝过这样子口味的咖啡啊，还算特别啦。很酷哦，我也是不会欣赏桂花的，有一个味道，但是是不错喝的。哇。我够力耶！跟你们讲哦，这一粒 bagels 啊，大概是15块新币左右，所以相对是50块多马币。但是我觉得很多很大份。我叫是 blueberry 的 bagels， 然后配 buttermilk chicken sauce， 然后再配鸡肉 ham。哇，我的有 sauce。哇，你的有 sauce， 感觉很好吃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嗯。哇，那个 ham 是不用钱的，对，八个 ham 哎，所以用了8层的 ham， 不一点自责啦哈。我们来看好不好吃啊？我弄个裤子，幸好它没有掉地上，可喜可贺。虽然没有掉地上，但是它直接掉在我的裤子上。其实算是好吃的，只是我本身对 ham 爱没有很爱，因为我原本要点鸡肉，可是鸡肉没有了，所以我就一直跟点 ham。可是 ham 我觉得算是好吃，重点是它的那个布梅梅梅格啥，我觉得很好吃，因为它这个面包上面哦是真的有蓝莓在这边，它不只是一个蓝莓的口味，还有蓝莓的果实在上面。再看我一口，真的很大份了，我觉得很。
他说 smoke salmon 是好吃的。我觉得你的比我好吃。我也觉得。其实我这边我觉得应该叫一个 blueberry 的 bagels 应该就够了，因为我很喜欢吃那种果松的 bagels。你们看的 bagels 有很多蓝莓果实在里面，单吃真的很好吃哦，我该吃整片的。因为外面下雨，所以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布隆斯 Ion Orchard 还是 Ion Orchard。照理来讲，我们应该会要去 MBS 逛街，可是我们昨天才去，然后加上等一下傍晚的活动也是在那边附近，所以我们想说去一个比较少的地方哦。然后 Grace 跟我们讲来 Orchard 这个 Ion Ion 这边其实就是一个很多精品店的购物广场啦。这个西北针，跟我后面看我一针人都放在这个柜子里面。刚刚逛街就看到这个银色的手镯，蛮好看的，好看就买，好看就买，你买给我。不懂为什么新加坡的 cos 这么大这么多货，书生在帮我剪裤子，好看呢。这个衣里面有一点毛毛尖的，哦，不舒服啊。嗯，你会感觉穿这衣服。OK OK。耶、yeah, ！现在我们就在 MBS 的 parking 了。其实我们这次最主要来新加坡的目的呢，就是我们来这个 One Love Asia Festival 的演唱会。因为今天演唱会的压轴是田馥甄，所以我算是从吉隆坡特地过来看他这样子。然后我们这次有 Grace 什么来的？喂 ，Sticker 还有这个脑小，哪里买的？韩国买的。哇，你很帅嘞，去收到去还想要我们呢，而且是我爱的蜡笔小新。耶、yeah. yeah. ！祖明，你女朋友送的东西，对不起啦。今天依然是我们的新马阵容，这一次呢，我们还是有我们的 Grace 导游，还有他的 baby 放我们飞机走另外一边啊，对对对，他走另外一条路去 meet 我们了。现在我们就是准备要进去这个 event， 看一下前面的歌手有什么歌可以听了。你最想听到谁唱歌呢？田馥甄啊，幸好你讲啊，对，你是来听谁唱歌的？徐佳莹，竟然不是田馥甄，还有田馥甄啊，耶、yeah ，找到我们失踪的小孩了，祖明，你又来过冬天呐、啊？啊？户外的你懂吗？穿到很像来过冬天了，brother。谢谢贵姐姐带我们来免费的 VIP。等一下顺便谢谢你的朋友。谢谢我朋友，等下谢谢他。对对对对对。其实他有分 General Premium 还有 VIP 啊，之前我们还有 Premium 了，但是因为 Grace 的朋友买 VIP， 所以我们就直接去 VIP 了。之前我上网买的时候，其实我没有看到有这个 VIP 的票卖，我觉得应该是买不到了，一般人。对。因为我看到最贵是 Premium， 不然我一定会买的。书生肚子饿了，他一来就看食物先。其实我们是要拿票，你懂吗？你懂我们拿票的吗？我们不是看食物先。哎，这个不是那个老老的那个。我回想起来，像我们全部在日本玩的时候。谢谢。哎 ，Grace， 有美女带我们进去的哦。哇 ，VIP service 不一样。救命，有美女。走，这边。哎呀。一般人是走这边进的，但是我们就是走这个看起来很厉害的通道。OK OK， Thank you Thank you。所以过完安检，我们就正式进来这个场地了。哇，有礼物呢 ！Thank you Thank you。这里还有给鱼耶，很贴心。我要紫色啊，他也要紫色，帮你拿紫色了喂。本来我买那个 premium 哦，我应该是下午就在那边等了啊，等田馥甄。哦，原来我们的位置是挺远的，但是是很舒服啦，有一个小区。哇，这个位置很爽哦。开始第一个表演了。原来 VIP 是有食物吃，而且还有饮料，哇，开心哦！原来这些酒哦也是不用钱的哦，不是不用钱，是还了哦，是还了，还了不是不用钱，什么事？很好吃啊，有几好吃，完了，哇，好吃哦！刚刚叔叔在买吃的，结果徐佳莹出来了。书生拍这个 broccoli 店哦，还有半个小时，他就是要买这个 broccoli。书生很贴心哦，买我的手动哦，你看在烤着手动。因为他要拍他烤的。我要两行眼泪了。我觉得录他们唱歌哦，我可能就唱比较好，因为他们唱可能跟原唱是一模一样啊，就会受版权。最的粗糙啊，越走让我去到你身边。你至少偷也行。明明我怕受版权，就我每次故意唱歌这样子，大家对我唱不好。你的脸没有走音吗？好、哦，来来，副歌呀。我多想找到你。哎，不要唱这样准啊，会中版权啊。记住你的脸啊，不要唱太准。基本上只要来 festival 哦，我一定会买这个 squid 的，我是 squid 达人，好吃吗？我们终于要回去我们的 VIP 地方坐住了，因为等下田馥甄唱歌的时候，我打算会去 Premium 那边站在前面，因为排比较近一点。 VIP 这边真的是比较后面啊，但是就可以坐住休息，很舒服。谢谢戴龙，戴龙，谢谢你。哎，这么要抱一下，脸上喝醉了，这样。你们讲。切切切切切，好玩好玩好玩。好玩，没有。
不要是不是很开心啊、哦、是不是很帅 VIP 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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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家周汤豪在唱歌，他们叫我们下来玩一些无为博诶。Yeah, you drink all lah, wait. You drink all first. 来 ，show me your power, 主明。哦，回家啦。哎、欸，你很快嘞，还没有玩就。你很用力，结束啊，要喝到完整杯哦。啊！刚刚好喝完你就丢进去哦。分手了，分手了。我们挤到前面来了，然后。祖明开始不对我，是谁？够了，不要摔掉分手啊！因为我摔掉分手。其实现在只剩下动力火车和节目真了，但是我不觉得动力火车在最后了。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现在出来前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么早在这边？哎、欸，我要慢慢去前面的。对，我没有说。你们这种没有追星的经验。那个水等一下，我们还喝很多水。全部算是最后。很近啊，这个问题。我是 Hebe 田馥甄，希望我可以透过每一个声音，给大家我们彼此还有继续走下去的动力，好吗？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。就是要塞住出去，超级无敌多。我跟苏恩看完田馥甄弱钻回来，祖明怎么脆了？他也弱钻了。你弱钻了，哎呦！看来看，哇，真的死啊！他放生我们呢，你看我一个人要照顾，还吐在他身上，你知道吗？他吐在我身上，哎，好啦，恶心哎！你看没反应啊？怎么办？要不要去医院 ？Hello， 你看他有呼吸吗？看来我真的吗？有哦，啊，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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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哇哇哇，恭喜恭喜！原来来音乐节哦 ，special service 的。哦，这什么很荒谬？有，One, two, three, good job. 真不要信麦麦的。哎，帮他拍照，很好笑。来。That he want vomit. 哎呀，出来！功力哦。我们想要来音乐节，可以看到画面的我。别人的男朋友我来照顾了，别人的男朋友你一半才照顾我，可以刚才都是我在照顾。可怜的他没有听到天赋真。他在天赋真上来的时候，他就坐在地上啊，然后每个人就我要不要我他不要嘴不要嘴给他。Right, because when you drink too much alcohol, you are like this. Yeah. Or you can drink more alcohol and be good at it. Don't be like this. This is a bad example. 他就这样提走了。高丽哦，我的朋友，他有 special service 哦，你们看，哇，你看啊，几开心哦。Wake up, bro. 呦，拜拜。今天本来看田馥甄很开心的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收尾啊。所以大家来音乐节记得不要喝太多酒，少量一点，或者用力一下，有点重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我们是来听歌，不是来听曲。你刚才 EV 唱歌，小心你。你听到吗？应该是没听到啊，你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。你用力哦！哎，这也过分啊！可以啊。哎，你知道他现在像什么吗？他在八家这样。八家什么？在开庙会啊，他要拍一匹马哦。醒哎！醒来了。醒来了。哎，他很开心哎。爆料，他又爆料。